导航，去梦开始的地方。开始导航，目的地1米5×2米的双人床。啥玩意儿双人床啊？我也不睡觉呢，我要去实现梦想。就你这样，你除了吃，你还有什么梦想？这啥话呢？我也有一双梦的翅膀啊。但你没有用它翱翔，而是放在锅里炖汤。你知道啥呀？不得坚持吗？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小腹三层，非一日之馋。你不就说我胖吗？对啊，所以请不要围红色的围巾。你不觉得你像个 QQ 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导航去洗浴，正在为您搜索附近洗浴，请选择正规洗浴还是不正规洗浴。啥玩意儿？还有不正规洗浴啊？你是否要去不正规洗浴？是。喂喂，110吗？举报这名男子，非要去不正规洗浴。啊！这是乱糟糟，脑子坏的。导航在哪？奇葩哥，我要离婚。为什么啊？昨天我回家给我媳妇讲笑话，她没笑。那也不至于离婚啊。床底下有个男的笑了。哎妈呀，他奶奶孙子弟，那我只能送你一副对联了。上一联，当王八喝烧酒福如东海。下一联，戴绿帽不生气寿比南山。横批啥呀？忍者神龟。哎，是不是完了？哎，请问你这是怎么了？我忘张嘴了。有人导航。就你这智商，劝你就不要出门了。你智商高啊。天文地理古典文学没有我不会的。同样的偏旁部首，你给我说出四个字。膀胱肿胀。五个字。烧烤炒炖焖。十个字。轰妈咪妈咪妈咪贝贝轰。哎呦我的妈。导航，我这两天身体不舒服，想去医院检查检查。你还是不要去了，家里啥条件还敢去医院？我就去医院做个检查，能花多少钱？进了医院别想跑100-200算，最少500-600不算高，1000-2000也别脑弱势，你往床上倒钞票，越看越嫌少，毛病身上找一找，肚子里面扫一扫，5000完事，运气好10000出院时还小，啥药值钱开啥药，反正病人有医保3万-4万，全消费5万-6万照样掏，如今医院更周到，没个10万死不了。你看你有啥条件？导航，我要去城里买套房。我劝你还是不要去吧，现在房子死贵死贵的，你连首付都交不起。你别瞧不起我，虽然我是开出租车的，我一个月也收入好几千，首付我还是交得起的。不信你就去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如果房价太高，你就不要回来了。那为啥呀？你给开发商当小工，不吃不喝干他十几年，你就可以交首付了。导航去创业。好的，已为您搜索附近多个可创业项目，有一家300间客房的商务宾馆出兑。宾馆不行，太贵，再说我熬不了夜呀。有一家大型洗浴会馆出兑。洗浴不行，我怕水，洗脸盆水多了我都不敢洗脸，怕给我淹死。整点小本创业，就是粥铺早餐店啥的。建议你最好不要开早餐店，我朋友开了一家早餐店，3天就关门了。为啥呀？因为他早上起不来。哎呦我的妈！出国去荷兰。好的，正在为您规划路线，去荷兰。不是河南，是荷兰。我要出国。就你这样的，还想出国？我劝你还是算了吧。啥意思啊？我咋的了？我差啥呀？我不能出国啊？据我观察，
你一定是从小缺钙，长大缺爱，老了不疼，妈妈不爱，左脸欠抽，右脸欠踹。导航妹在呢，我心情不好。怎么了奇葩哥？我感觉我生活压力太大了，我不想活了。你要好好的活着，想想你的老婆。我老婆跟人跑了。想想你的身边兄弟。我老婆跟我兄弟跑的。那想想你的孩子。我孩子是我老婆跟我兄弟他俩生的。那你还是死吧，活着没啥意思了，一路走好。气死我了！我这刚喝完，还喝呀？哇，导航，上朋友家再喝点。请不要酒后驾车，你这是违法行为，会受到处罚。处罚啥呀？有人。如果有人，那就更好办了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最近交通部门大放送，优惠更上一层楼，违法停车会赠送一张交警的签名保留，停多久送多久，最后还能享受你的爱车免费的拖走。酒驾的福利有一杯啤酒1900，驾驶证为您赠送3年的保留，喝白酒别犯愁，只要你敢开车走，我们为您准备了看守所的豪华15日游，保你不会走丢。哎呦我的妈！导航，去宾馆。开始导航，目的地殡仪馆。啥玩意殡仪馆呢？宾馆，我要去睡觉。活着何必久睡，死后必定长眠。我看你活着浪费空气，死了浪费土地，火化浪费人民币。有句话你听过没？高楼大厦再好只是临时住所，骨灰盒才是你永久的家。我看你这小嘴巴巴的挺能说呀，你以前是干啥的呀？以前是铺白活的。现在呢？卖骨灰盒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导航，找个地方出去躲躲，这两天要账的太多。请问你要去哪里躲？远点呗。好的，开始导航，目的地阴曹地府。我就出去躲两天，整那么远干啥呀？你还是远点走吧，就你那些酒肉朋友交的真是失败。我认为一生中有两个朋友就够了，一个张三，一个李四。张三可以借给你钱。那李四呢？张三敢要钱，让李四打张三。哎呦我的妈！